喺次讲座上边咧，有位家长走埋问我，佢有个18岁嘅女，佢好想咧个女迟啲拍拖。咁我问佢啦，你希望你个女咧几多岁先拍拖啊？我最好就23、24岁啦，等佢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唔需要再为佢担心。同场有另外一位家长就插口，佢话：吓、啊，我都有个女，不过佢今年已经15岁，其实佢已经开始拍紧拖。我反而唔系好担心佢拍拖呢个问题，我紧张嘅系佢会唔会因为咁搞大个肚，然后跟住之后唔知点算好。其实我谂呢两位家长咧，佢所问嘅问题同埋嘅分享，都反映紧而家我哋社会上边好多嘅家长嘅一啲嘅心声。我哋既担心我哋嘅仔女太早拍拖，我哋担心佢哋背后咧会发生好多嘅问题。其实我哋人生里边咧，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爱同埋被爱嘅经验。所以年青人对于感情呢一样嘢，佢哋产生好奇，佢哋盼望得到咧，呢个系好自然，你都可以理解嘅。作为家长，我哋了解到呢一个嘅心态嘅时候，当发现自己嘅子女同异性相处有交往嘅经验，我哋唔需要太过紧张啊。嗱，家长嘅反应咧，有时会令到子女，或者有时因为你太过紧张啦，你叫我唔好，我偏偏咧要做多啲。所以我俾家长嘅忠告。如果假如你发觉仔女同异性交往，首先唔好太过着意地去讲你赞成定系反对，尝试下俾自己同仔女搵一个机会坐低落嚟倾下偈，了解下而家同佢交往嗰个朋友系咩人嚟嘅，其实佢喺咩情况底下同呢个朋友相识嘅，佢哋咧嘅兴趣系啲乜嘢嘢？当你同你嘅仔女有机会去倾谈。能够从倾谈中了解他们那个的想法，了解他们的活动是会参与些什么事，做些什么事，我们应该去尝试就是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子女在这个过程中的经验是怎样，你反而这样可以更加能够找到个机会去诱导你的子女去怎样面对跟异性相处的经验，处理感情是应该要怎样的态度，用什么的方法。